有名延寿禅师是阿弥陀佛的示现。有名延寿禅师天天放生，天天施食，天天持咒，每天定了108种功课，啊，让自己很忙。然后108种功课，他一天还可以念10万阿弥陀佛，这么样的精进，啊，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华人汉传佛教尊敬。 所以呢，那有名延寿禅师一辈子的精华就汇集这一本书，再念一次《万善同归集》。那我这里面收集的只是一些重点，那希望各位整本请过来看，网络上都有啊。如果愿意，我们也可以印，不会很难呢，啊。但是里面是一些文言文，那也有菩萨把《万善同归》完全翻成白话，那各位也可以请来一本完全的白话。那事实上是成佛的精髓。